在看完了这一课的 reading strategy 之后呢，接着我们进到课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Athletes often experience muscle pain because of their workout routines。那运动员呢，他们通常呢都会经历肌肉疼痛 ，because of their workout routines， 是因为呢他们的训练。因此呢，他们常常会经历肌肉疼痛。那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 because of 画起来。because of 呢，后面它加的是一个名词，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their workout routines 是一个名词。那如果呢，在后面，我如果把 because of 换掉，换成 because 的话呢，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哦，它后面就要加一个子句。那如果这一句呢，我把这个 because 换掉，要把它变成 because 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改写这一句呢？你就可以变成 OK，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它写起来哦。你可以变成 Athletes often experience muscle pain because their workout routine is intense。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接了一个主词 their workout routine，加了 be 动词 is，然后后面再加形容词 intense。接着往下，to maintain peak conditions，在这边 to means in order to，指的是为了的意思哦。那通常 in order 呢，我们就会把它省略。那为运动员为了他们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peak condition，they require effective treatment。那他们就需要呢有效的治疗。effective 是有效的，treatment 是疗法，所以 effective treatment 就把它翻成有效的治疗。那在这边想要询问各位同学哦，这里的 they 指的是什么呢？谁需要有效的治疗呢？好，显然它是一个代名词。那代名词一定呢，我要往前看，对不对？它一定是前面提过的。那各位同学有找到答案了吗？这里的 they 呢，它指的就是前面的什么？Athlete 指的是前面的这个运动员，好，所以各位同学呢，你可以把它写起来，或是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哦。好，所以在这边的 day 呢，它指的就是前一句这里的 athletes。好，所以运动员呢，他们就需要呢有效的治疗。为什么需要有效的治疗呢？To speed up the recovery process，为了要加速他们康复的过程。However，语气转折了，在这边 however 它是一个副词，指的是 nevertheless 然而的意思。然而呢，identifying the right treatment can be challenging。在这边各位同学有发现吗？事实上它是一个动名词当主词，所以 identify 我加了 ing。OK，那要发现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呢，事实上呢是具有挑战性的。这里的 identify 指的是发现的意思。As different types of muscle pain stem from different factors，为什么呢？发现有效的治疗的方式呢，是具有挑战性的呢？As 在这里，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哦，它指的是 because 的意思，是因为呢，不同类型的这种肌肉疼痛呢，来自于不同的因素。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 types of 画起来。A type of something 指的是什么的类型，所以在这里，types of muscle pain 指的是肌肉疼痛的类型。Infections, injuries, and illnesses are all possible factors。像是感染啦、受伤以及疾病呢，都是有可能的因素哦。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factors in doing something 指的是什么的要素？In causing muscle pain，事实上呢，感染。受伤以及疾病呢，都是有可能造成肌肉疼痛的要素。And so is muscle overuse。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 so is 画起来，它是一个肯定的复合句。因此呢，我在这边呢，我用一个肯定的副词 so 先放在连接词 and 的后面，那后面的主词跟 be 动词呢要倒装，所以我先放了 be 动词 is，然后再放主词 muscle overuse。那肌肉的过度使用也是可能造成肌肉疼痛的一个因素之一。Muscle overuse often results in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dorms。那肌肉的过度使用呢，常常会导致呢延迟发作性的肌肉酸痛。那我们又把它缩写成 dorms。
Which occurs？那 dorms 呢？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后面所带出来的事实上它是一个非限定的形容词，子句哦。所以我在 which 前面加了逗号，因为它前面的 dorms 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所以 which 前面加逗号。那什么时候呢？这种延迟发作、性肌肉酸痛会发生呢？When athletes engage in intensive training。当这些的运动员呢，他们进行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好，就有可能会发生。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 intensive training 画起来，intensive 可以指的是高强度的，所以 intensive training 就把它翻成高强度训练。Dorms typically occurs 24 to 48 hours after exercise。那这样的一种肌肉酸痛什么时候会发生呢？那从文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哦，作者提到了通常啊，typically 指的是通常的意思，通常是在运动过后的24到48小时会发生这种肌肉酸痛，leaving athletes feeling sore and stiff for several days。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肌肉酸痛，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产生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好，现在看在这里呢，有一个分 go 的用法，原本有一个连接词 and，然后主词是 it 指的就是前面的 domes 啊，这种延迟发作性肌肉酸痛，会让这些的运动员感觉到酸痛以及僵硬。那这样的感觉会怎么样？持续几天？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分构的用法。好，那前后的主词都一样，因此我可以去掉它的连接词。那主词一样可以去掉。那在这边的 lives 是主动，因此我就把它改成什么？ing living。好，会让呢运动员感觉到这边让谁感受到什么？leave 加受词加受词补语的用法，在这边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如果受词补语呢与受词之间是主动的关系，我就用 ing 来表示。所以在这边，运动员感受到酸痛以及僵硬是主动，因此 feel 就变成了 feeling。那这样的感觉呢，会持续了几天？那 for 加一段时间呢，表示时间的持续。好，所以这样酸痛呢以及僵硬的感觉会持续几天？To ease discomfort，那为了要舒缓这样不舒服的感觉，and speed up the healing process，speed up 只是加速的意思。那为了要舒缓这样不舒服的感觉以及加速 the healing process 这种康复的过程，healing process 恢复的过程，professionals often provide treatments from two cultures。那这一些的专业人士呢，通常会提供治疗，provide treatments，提供治疗。那这样的治疗呢，是 from two cultures，来自于这两种文化，哪两种呢？Western and Chinese，西医以及中医，所以从这个文章的最后面呢，各位同学事实上就可以预测得到，在接下来的段落当中呢，作者一定会根据西式的疗法以及中式的疗法呢，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部分哦，在第一段的部分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左半边的部分哦，paragraph。One provides a brief explanation of dorms。好，在第一段的地方呢，作者呢根据 dorms 呢简短了说明何谓 dorms，and introduces two types of treatment。那在这个段落的最后面呢，好，他就引出了在治疗这个 dorms 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采用的治疗方法有来自于两个文化，就是西医以及中医的疗法。那以上呢，就是第一段的说明。